黄金舞台，捧出精彩。怎么会迷上你？轻功呢是我的一个绝活，武术呢是我的专长。我珍惜每一次在台上的机会，好好的展现自己。黄金舞台，捧出精彩。请我们的各位选手各就各位，加油加油！请登上黄金舞台，请投票。非常精彩，时间的总会发光。闪闪亮，金光闪闪亮，金光闪闪亮。就算站在川流人群，无法掩盖你的声音，只要用心倾听，只要用心倾听，新的旋律就会响起。只要足够勇敢坚定，这个舞台就属于你。用最真诚的声音，用最真诚的声音，演绎生命中的热力。我就要金光闪闪，金光闪闪，金光闪闪亮。是金子就会发光，有梦想就灿烂绽放。金光闪闪，金光闪闪，舞台闪闪亮。这就是你的主场，请你闪亮登场，绽放耀眼光芒。金光闪闪，金光闪闪，金光闪闪，金光闪闪亮。用最棒的才艺征服观众，用最强的信念挑战自己。黄金舞台，捧出精彩，是金子，总会发光。亲爱的现场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由让爱鲜活如初的奇志奶粉冠名播出的《黄金100秒》。又到了每周最开心的时刻了，其实我今天有点等不及了。今天的这些选手也有来自五湖四海，而且带着不同风格，带着不一样的故事来到了我们现场，所以我超级的期待。没错，所有的选手都等着此刻登上我们的黄金舞台，用100秒钟的时间绽放自己，让我们一起期待他们今晚带给我们的精彩表现。没错，赶紧有请今天的第一位挑战者，抢先100秒。我叫梁秀，从小到大呢，我的音乐生涯很坎坷，人生也一样，但是是音乐带给我快乐和力量。哎呦，你妈！别害怕啊，没事没事，给你唱两首。一颗爱你的心，时时刻刻为你转不停，我的爱也曾经深深温暖你的心底，你曾经。我希望用我唱歌的方式，用我的音乐来感染你们，带给你们开心和快乐。掌声欢迎梁笑。欢迎。铁岭是那杨帆的家，没错，从小看着二人转长大。哎，对，东北的明星他很多呀。都有谁呀？除了潘长江就是你啦。你瞅啥？瞅你咋的？再瞅一个试试啊！这要打起来了啊！你好，你好，你好，哎，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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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这要不是因为我今天现场20个保镖在现场，你说瞅啥我就不敢接茬了，你知道吗？东北歌手刚刚演唱完毕，现场的朋友喜不喜欢？来，3、2、1，请投票。江湖最高礼节，抱团了。哎呦！89分，就差一票就能获得额外的5分了。哦，哎，你在出场之前啊，我看那个短片介绍，其实挺有意思哈。首先介绍了你的身份，你和好多歌手不太一样，叫街头歌手，对吧？对对对对。都在哪里唱呢？公园，电梯，电梯，那里边本来就挺挤的，你上那里边唱，那电梯一共也装不了10个8个人，对吧？对呀，但是这因为曾经啊遇到过很多这个尴尬的事儿，什么尴尬？就是翻白眼儿啊，或者是，就走了，所以说，我选择了另外一种方式，就得在电梯里面不听也得听。我进去之后，电梯门一关，你就别想出去。妮娜现在打开电梯进来了。一个漂亮的女生。Hello， 你好。怎么会迷上你？我在问自己。我什么都能放弃，只因君天难离去。他这个眼神，后来不要这么听。你突然听到妮娜的微信语音响了，她今天坐电梯要到酒店的3层去参加婚礼，她就是今天的新娘。听说你今天就要结婚了，放下尊严去面对吧，遇到爱的人大胆地说吧，无论何时何地都不能忘记他呀。这个时候突然听到妮娜手机微信又响了，她的未婚夫突然跟她说，对不起，今天早上有件重要的事儿，她得看一场球赛，就先不来了。为什么每一次都把我设置人生这么坎坷呢？我就不能稍微幸福一点吗？很同情你啊。这个时候怎么办？哎呀，人生经历的坎坷那太多了。既然他没来，不要心慌啊。如果看我可以，让我陪你，陪你去新疆，去卖梨。这直接就给截胡了，挺棒的哈，应变能力很强。对，但这说明什么呢？现场的这种即兴的考验呀，也是他平时在街头表演当中经常面对的这样的表演的技巧。对对对，我10几岁，其实我就走向了外地，然后呢，一直都有一个唱歌的梦想，而这个梦想只能走进酒吧、饭市啊，然后从来也没有登上过大的舞台，所以说今天来到黄金一百秒，这是我圆了我人生的一个梦，也是圆了我父亲一个梦。从小呢，我爸一直都想让我有一份找一份工作啊，但是我不理解。我挺喜欢唱歌，但我可能唱的不是最好的那个，但是我喜欢唱，就一直在这条道路上一直走，走着走着我才理解我爸，就是非要让我学一门手艺，为了养家糊口。所以今天是有什么话想对爸爸说吗？对，我只是想让我爸爸骄傲一下。登台之前，现在是拉票时间，来，3、2、1。人生这段路我走过了一半，懵懵懂懂的了解了自己的亏欠，当往事再次走进我的视线，无悔的泪水湿透了我的心间。好，带着你的音乐，带着你的梦想，请登上我们的黄金舞台。
黄金舞台，鲜活人生，一百秒，倒计时开始。天边夕阳再次映上我的脸庞，再次映着我那不安的心。这是什么地方，依然是如此的荒凉，那无尽的旅程如此漫长。我是永远向着远方孤星的浪子，你是茫茫人海之中我的女人。这是什么地方，依然是如此的荒凉，那无尽的旅程如此漫长。总是在梦里我看到你无助的双眼，我的心又一次被唤醒。我站在这里想起和你曾经离别情景，你站在人群中间那么孤单，那是你破碎的心，我的心却那么狂野。哦呀呀哟，谢谢，谢谢梁笑的演唱。那接下来有请我们现场的黄金观众投票。投票结束，一起来看一下弹幕。只有经历了才能读懂歌曲里的故事，生活就是这么无奈，感受过了才知道。喜欢这段弹唱。爸爸听到你在舞台唱歌肯定高兴坏了，每个人啊都有憧憬的梦，努力的目标。好，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梁笑的最终成绩。黄金大幕请升起。请升起。来吧，看一下结果怎样，请按下我们的黄金宝箱。三二一，宝箱开启。挑战成功，总成绩91分，挑战成功。来，我要给梁笑一样东西，特别给你准备了一个光盘，这个盘咱们不送了，直接把这个视频播出来看一看好不好？来，请看大屏幕。儿子，自从有了你我心里头非常高兴。你爱唱歌不是老爸不支持你，是这条路上太辛苦了，怕你坚持不了。我听说你三天三夜没有吃饭，没地方睡觉，我在心里头实在太难受了，没法表达。今天你上这个大舞台了，爸爸发自内心的话说出来，非常高兴。看来你成功了，今天不仅挑战了我们的黄金舞台，拿到了我们的奖杯，爸爸也替你感到骄傲。嗯，在这里跟爸爸说两句吧。爸，感谢你对我的支持，感谢有你，感谢爸。我希望用我唱歌的方式，用我的音乐来感染你们，带给你们开心和快乐。亲爱的观众朋友，黄金一百秒由让爱鲜活如初的奇智奶粉冠名播出。这里是黄金一百秒，我们的挑战继续，有请下一位挑战者抢先一百秒。明堂啊，你怎么看？冤枉
叫张志强，重庆人，从小就有个当武打明星的梦，12岁开始学习武术，后来到横店跑了很多年的名号，在横漂的期间成为了元芳的妻子。欢迎元芳的替身张成强。元芳你怎么看？大家怎么看？表现好吗？来，初印象投票。哇，97分！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好高的分数。据说元芳啊，她的拿手绝活是蜻蜓点水。真的假的？对，完了，轻功呢是我的一个绝活，哎，武术呢是我的专长，哎，巧了，嗯，你知道我怎么进入央视当主持人的吗？就是靠着我的轻功，对，蜻蜓点水，点进央视。今天要不然咱们兄弟俩切磋一下？可以，没问题。好，你一般是怎么展示呢？嗯，那我先来一个点基础性的吧。行，我先看看你的基功，嗯。两次，很难吗？你那个一脚踩一次不算。大家回看一下我刚才的慢动作，我在空中的时候腿抽了两次，我的速度太快了。对，这样我觉得这不够直观，有没有什么就是道具啊，就我们用的一些东西，就比较脆的，可以体现我们的轻功。那就锦上添花，加一点难度性。来，上道具。投鸡蛋，怎么讲呢？就是练的相对比较初级，一般到我这个层次呢，这种拆鸡蛋就不练了。我练的都是鹅蛋。丽娜，把我御用的那个鸡蛋拿上来，那个，哥，由于鹅蛋太大了，我给你拿了个鹅小蛋。嗯，对，就是这个蛋。这样哥，你让他先来，你要先来的话，人家就，没啥面子，你知道吗？你给他一个面子。啊、哦，不行不行，我咽不下这口气，必须我先来。真的吗？这样的话他咱们证明了自己啊，对，那没办法，谁让他我让他报名的，啊，是不是他自己主动的嘛，对不对？那这样的话，那就敞开来吧。但是你是直接往凳上跳是吧？对，我就直接往这上面跳。这个有点太矮了，咱们放地上吧，往上跳。喵喵喵喵。哥，求求你换主持人吧，我实在下不来台，真的求你。怎么样？单也没有流出来啊。这个是真功夫，黄瓜的吗？真的，我求你了，哥，咱以后能不能别拿这个铲子比？说起来，来，好，接下来该你了。就这四个鸡蛋啊。组里可没别的鸡蛋了，悠着点啊。你看，踩碎了，你刚才没注意，已经踩碎了。这证明是真鸡蛋呢。啊，它不碎的话，别人说是假鸡蛋，对不对？我上去的时候，它下来了，碎了，这个，对不对？
非常精彩的轻功表演啊，看出这个程强确实有一身真功夫。现在是拉票时间，来三二一。黄金舞台特别的精彩，男女老少都能接受，都能登上这个舞台。然后我也希望通过这个舞台，能够让更多的朋友，更多的还有我的一些家人能够看到我。面前就是向往已久的黄金舞台了，准备挑战吧，好吗？好的。来，请准备，面前的黄金通道即将开启，请登上黄金舞台。黄金一百秒精彩花絮内容已全面上线，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关注我们节目的央视频号，精彩花絮敬请期待。黄金舞台，鲜活人生，一百秒，倒计时开始。叶问，咏春拳。张成强，蜻蜓点水。谢谢张成强一百秒的展现，接下来有请我们现场的黄金观众投票。一起来看一下弹幕，真功夫太拽了，哎呀，以后你媳妇儿可得横着走路了，谁都不敢欺负她。来，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张成强的最终成绩，黄金大幕请升起。来吧，按下我们的黄金宝箱，三二一，宝箱开启，挑战成功，成功啊！请拿出我们的冠军奖杯。嗯，与此同时我们看一下张成强的成绩，一百秒的票数是一百票，加上五分的加票，一共是105票，恭喜。这里是黄金一百秒，我们的挑战继续，有请下一位挑战者抢先一百秒。我叫阿伊莎里，是一名海归硕士，毕业于白俄罗斯国立音乐学院钢琴小提琴双专业，4岁开始学习钢琴，8岁学习小提琴，还擅长唱歌跳舞，精通英语、俄语等国语言，业余时间也参加各种艺术比赛和表演。毕业回国办了钢琴小提琴学校，希望在黄金一百秒的舞台上展示更好的自己。
掌声欢迎阿依莎里。欢迎欢迎，你好你好。你好，好，来，大家抢先投票。嗯。97分，获得了额外的5分加分。当毕业的时候，为什么没有选择在自己的专业上更进一步，而是选择了当老师呢？我是毕业以后直接奔赴家乡了。我因为从小妈妈就教育我喝着黄河水长大，那我觉得毕业以后投身于自己家乡去做这份事业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情。所以说你受妈妈的影响会很多，对吗？对，因为从小从4岁开始学这个艺术，一直到考到研究生毕业，那这一路走来就是身后的这个坚强的后盾就是自己的妈妈。今天妈妈有来我们现场吗？有，来，有请。来，阿姨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吧。大家好，我叫马红艳，在农业银行上班，现在已经退休了，在家里。就您家里面的独特的教育方法有哪些？对，您教教凡哥。有一些速成的方法。正好现在就开始培养他女儿学习音乐。我先学，然后你估计马上也。我还早着呢。我觉得在这个孩子学琴的过程当中，他是小孩子，他什么都不懂，主要是要我们大人要引领，要仔细，要耐心，要亲和的来陪伴孩子。不能说你去弹琴去，然后我们家长自己躺到沙发上，然后刷着屏玩着手机，这是不行的。家长也是认真的。对，这个家长特别重要。哦，明白了。那阿姨这样，咱们探讨呢不仅局限于学钢琴。据说就是由于这个工作和爱好这个长期是有矛盾的，所以练就了阿姨一项特殊的本领，是吗？然后那个银行不是有那个业务技术比赛嘛，所以我就一边点着抄一边练着声音，然后声音也练了，点抄也练了，到最后呢，没想到练着练着呢就给那个节奏卡着，就把这个钱也能数准了。我就觉得哎呀，我这个坚持没有白费。那阿姨这样吧，今天现场要不跟我们展示一下怎么比呢？我一边唱着忐忑，我一边数着钱。好，啊哦啊哦，哎，阿斯蒂阿斯多阿斯蒂格蒂格多，阿斯蒂阿斯蒂格多，嘚格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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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嘚嘚嘚嘚多，啊咿哟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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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的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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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带带带带带带带到。我发现这玩意儿不公平啊！就我刚数上数，说阿姨那一嗓子，我这就乱了。下回我们唱，让阿姨在那数，好不好？好的。您先说您那是多少？这个是93张。93张，对吗？正确。在展示行业技能是次要，最主要的是你看，阿姨嗓音还是不错的啊。登台之前，现在是拉票时间，来，3、2、1。我觉得不光是实现妈妈的梦想，那我自己一直以来也是特别特别喜欢音乐，喜欢我学的这两门乐器，那我希望能够站在更高更大的舞台上去展示这两样乐器。面前的黄金通道即将开启，请登上黄金舞台。下载央视频客户端，打开文艺频道页，往期内容随时看，幕后花絮抢先知，与社群好友边看边聊，同时登录央视文艺客户端参与节目的各类互动。黄金舞台，鲜活人生。100秒，倒计时开始。Thank you.
接下来有请我们现场的黄金观众投票。一起来看一下弹幕。太漂亮了，太爱她的表演了，听得我都入迷了，跟着扭了起来。这首曲子在她的手里展示的是活灵活现，亮了，有气质。艾莎实在是太美了，才艺太棒了。好，我们来看一下最终的成绩吧。黄金大幕，请升起。来吧，请按下我们的黄金宝箱。三二一，宝箱开启。挑战成功！祝贺阿依莎里获得了总共104票。要不然咱把妈妈也请上来，好啊，和女儿一起来分享这样胜利的喜悦。嗯。来，阿姨，来，一起拿起奖杯。这个奖杯和妈妈一起捧起来一点都不过，因为背后有妈妈一半的功劳。嗯，继续加油，好吗？谢谢，谢谢。孩子学琴的过程当中，大人要引领啊，要仔细，要耐心，要亲和的来陪伴孩子。这里是黄金一百秒，我们的挑战继续。有请下一位挑战者抢先一百秒。大家好，我是音乐制作人赵默。我是谢毅，影视公司的音乐制作人。这是我们的老板黄海平，大家一定要支持我们哟。我们是带着任务来的。三人行组合，开场三人给我们带来的是越剧的表演。这一段表演，现场的观众喜不喜欢？来，三二一，请投票。70分，没有获得额外5分，不过没事，不影响一会儿的总成绩。特别想让你吹一下这个树叶，能真的能吹出来吗？啊，可以。这个怎么吹啊？这样。丽娜，你试试。这有点双簧的感觉。辛苦一下。我想问一下，你们三个人是个组合吗？那我们这个组合比较特殊，我们这是临时组的。我们黄总呢，他不是专业的，但是他是很有这个越剧的情怀，他从小就喜欢越剧。其实我是圆自己的儿时梦，我从13岁的时候，其实我就考上了浙江小北花。但是呢，我爸呢是不允许的，所以呢，我就没有圆这个梦。我现在从商了多少年以后呢，我觉得呢，自己儿时的梦呢没有圆，在我心里呢总是觉得做梦都想唱一些越剧，所以这一次来的黄金一百秒，圆我就是儿时的梦。在这也听到了，你看，无论是谁，其实小时候可能都会有遗憾。就现在从事的那个职业，不见得是小时候自己的那个梦想。对。但是后来，其实我们努力的结果，就是希望有朝一日我们能争取机会，有这样的条件去弥补我们的遗憾。对。对。这是今天海平姐来到这个舞台上最重要的一个原因。但是，我觉得老板找你们俩来，这未必是一件好事。老板说了，这是我最得力的公司里边的音乐人，我最看好的两位。啊，检验你们工作能力的机会来了，来到黄金一百秒，你们俩要不能把我捧红，你们俩的能力就有限。
你们有信心把老板捧红吗？哎，有信心，有信心。登台之前，现在是拉票时间，来，三二一。粤剧其实很多的有极限的哦，我就想把这个粤剧呢弘扬光大，然后呢让年轻的人也喜欢粤剧，所以粤剧跟流行相结合，有不一样的，年轻人也喜欢，我们老一辈的也喜欢，所以说我把想把这些事情呢，所有的东西干出来，让大家都喜欢。好，谢谢。接下来看三位的表现了，来，面前的黄金通道即将开启，请登上黄金舞台。谢谢，加油加油。黄金舞台，鲜活人生，100秒，倒计时开始。天上掉下个林妹妹，是一朵青云刚插穗，直到她腹内草莽人情味，恰原来五个亲戚飞着来。都说你是好姐姐，爱说爱笑让人乐，激情阳光一路走，遍地开满开心果。天上掉下个林妹妹，好生大方林妹妹，林妹妹，爱拼爱闯林妹妹。眼前有日花草水，引动好比风波浪。都说你是好姐姐，爱说爱笑让人乐，激情阳光一路走，遍地开满开心果。天上掉下个林妹妹，人心可爱林妹妹，林妹妹，爱说爱宠林妹妹。谢谢三人行组合带来的表演。那接下来有请我们现场的观众投票。投票结束，一起来看一下弹幕。这种劳逸结合的方式羡慕了，可以再多加一点流行音乐进去哦。希望你们的制作人和编剧多写一些这种的歌曲。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看结果，好吗？黄金大幕请升起。来吧，三位，按下我们的黄金宝箱。三二一，宝箱开启。来，我们拿出来看一下，试试。好，这是什么？我来看一下啊。这三个呀，哎，一人一个，好，好，谢谢。这个叫解压神器啊，哎，好好玩啊。工作压力很大，我们艺术创作的压力更大，对不对？对，因为今天我们第一次，我们已经很开心了。谢谢你们，再见。谢谢。我就想把这个粤剧阳光大的，年轻的人也喜欢粤剧。这里是黄金100秒，我们的挑战继续。有请下一位挑战者抢先100秒。那些勇猛都有勇气勇气，更治疗火花该更再次。我叫王林熙，一直都特别喜欢唱歌。父亲呢，觉得唱歌表演也不是什么长久的工作，所以无奈之下，我只能在老家卖起了农药。今天呢，来到黄金100秒的舞台，来成就我的音乐梦想。
爱上到我们最不知的字，假使错更往外则好笑的情敌，会不会伤到我们非好不责备，下笔高我狠狠地伤在错落里。谢谢，哇，你唱的太好听了，谢谢。哎呀，这是我听过这个非常特殊版本的《饿狼传说》啊。嗯，大家喜不喜欢他的演唱呢？来，三二一，抢先一百秒投票。哦，哦呦，90分，获得了额外的谢谢谢谢谢谢谢，恭喜你，谢谢。他往往都说那个都是贬义词，说你唱歌跟狼叫似的，这不是什么好词儿。但你看今天唱的，如果真的很像狼叫，他也有可能成功啊，是吧？卖农药的怎么会有这样的嗓音？对啊，因为我那个在家吧，我就老练习。但是说实话啊，这个形象、这个气质、唱法、台风，你说你是卖农药的，我还真就不信。对呀，因为我们刚才在台下听你唱《抢先一百秒》的时候，我跟帆哥还在说呢，哎呦，太专业了，长得又好看。台风也正，对不对？对，就这一套动作，就专业歌手。你是去学习过吗？专业的？我没有专业学习过。我觉得你的声音嗓音特别有磁性，那个爆发力也特别好听，这种声音好像普通女孩都发不出来。怎么着，你想学学吗？你想学吗？你好意思说？可以教他一些小方法吗？对，就是那种你说的这个是爆发力啊？对，爆发力就那种嗓音，就从哪儿发出来？练气息其实有很多的办法，比如说哈，平时我跑步的时候我会唱，然后我家住在4楼嘛，就每次爬楼的时候也会去唱，因为你爬楼的同时，你就会控制这个，气息。邻居应该经常投诉吗？然后还有一个就是特别简单的办法，就是用这个便利贴来锻炼你这个爆发力。你们想不想试试？想啊，便利贴怎么弄啊？那妮娜可以试试学一学。贴在这个眉心的中间。哎，把脸挡上之后，马上就要能夹出去了。我再贴一个。然后就是你掐着腰哈，掐着腰，你感觉这个丹田的时候，你发力的时候，你吹气的时候，它这个腰腹它就会动，就练习它那个丹田的这个爆发力。哦。我觉得它挺厉害的呀，它这个爆发力可以。这个太简单了吧，这一张纸。但是久而久之，你这个气息就会提升啊。哦。就是我贴一个吹一个，贴一个吹一个。对对，但我觉得有点费纸。那接下来就是你梦想成真的一刻，准备挑战我们的黄金舞台吧，好吗？好。登台之前，现在是拉票时间，来，三二一。走到今天一步一步的，真的很不容易，所以说我珍惜每一次在台上的机会，好好的展现自己，争取。以后能够成为优秀的歌手。好的，祝你好运。请准备，面前的黄金通道即将开启，请登上黄金舞台。黄金舞台，鲜活人生，100秒，倒计时开始。100秒的演唱结束，有请我们现场的黄金观众投票。我们看一下弹幕，太有意思了。左手指月太赞了，喜欢喜欢。
你在我眼中最迷人，你歌在我耳畔最动听。歌不错，但是略有瑕疵。不管怎么样，我觉得这个表演啊，还是说非常的有意境。那不知道最终结果怎么样，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王林希的最终成绩。黄金大幕请升起。看一下结果怎样，请按下我们的黄金宝箱。3、2、1，宝箱开启。挑战成功，谢谢谢谢。91分基础分加额外的5分，96分，挑战成功啦！感谢你的表演，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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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走到今天一步一步的真的很不容易，所以说我珍惜每一次在台上的机会，好好的展现自己。感谢今天所有登台的选手，给我们带来了独具特色的精彩的100秒的表演。在这里呢，我们的节目就要结束了，好舍不得，但是没关系，下一周同一时间我们再见。节目最后再喊一下我们的口号吧。 好吗？用最棒的才艺征服观众，用最强的信念挑战自己。黄金舞台碰出精彩，是金子更会发光。对，这不是一般人，这不是一般人，这也不是一般的裤子。扬帆起航，上不了春晚，家人兄弟都挺急眼。如果可以，那咱们重来，不管到什么时候，不去了，咱回铁岭。毕竟有一句名人曾经说过，宇宙的尽头是铁岭。